大家报告一个紧急事态。原本呢，我们家是明天我们整条线的人要一起去黄金海岸玩3天2夜。可是我们家的人就是大概是有点太疯的部分。我洗澡洗到一半出来，他们说现在就要出发 ，Let's go！ 现在呢，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皮囊放在俊俊讲的后车厢上，5个人都塞得下，呀屁呀屁！我们现在要出发前往黄金海岸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给大家拍手一下。Let's go！ 我们终于抵达市区了，耶！还有1个小时的路程，继续快递快递。俊俊讲，俊俊讲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！耶、yeah, ，我们快抵达啦！我们现在抵达星星乐园，然后躺在床上，非常惬意。然后我们的室友们呢，他们下去豪赌一番，对，想去挑战一下极限，准备睡觉喽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带妆，即将出门。喏，耶，好黑哦，紧紧这样，还是鬼祟。这是我们饭店的，咦，哇哦 ！Karina 现在正在试车，现在正在试在 Gold Coast 这一台。嗨，要不要说一下？好紧张哦，想买，但是我又觉得，感觉要再看详细。冰沙玩家哦，他的工头 Sienna 正在鬼看车的部分。车，专业的俊俊讲，现在试完车，俊俊觉得如何？这是什么无奈的表情？我们呢，觉得可以再考虑一下，感觉好像还可以看到更好一点。现在就出发，起包包，1.6或1.8，感谢各位。要先去买我要买的包包，买完之后我们再去吃饭啦。帅包，帅包买起来，买我人生的第一个精品包。前天我已经帮我留了，然后现在就来直接拿。我的梦寐以求，他买了一个帅包，现在正要结账中。还刚新结账进来的，我们的帅包，1850，马上就扣款。套场自己完成。他瞄到一个那个面包店的，直接开始鬼吃上菜喽。马克。马盒已经是迫不及待的开吃哎！哦，那还有别张吗？这张，那你有宝宝？有宝宝？那我有宝宝吗？帮我看一下。你的没有，你只有奶头而已啊！只有奶头而已啊！的厌世主题，真的很厌世。那我们的厌世是这一种，他的厌世是这一种。又爱又恨哦，第一次结账哦。现在有王美在拍照喽，王美在拍照。今天其实是舅舅的生日，舅舅因为跟我一起来澳洲一年了，虽然我有请我们先到Airbnb 的朋友帮他准备一个小惊喜这样子，然后现在就是完全都让他知道我们准备这些，然后希望他等一下会觉得很惊喜。赚大钱！
单身的可以快点谈单身。全部切完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，好可怕，很乖的啊，啊，我买我买，厉害了，他眼睛真的多差，要多差，对，刚刚一阵混乱了，我们先庆祝了舅舅的生日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庆祝。进来之后呢，左边这边有一个双人房，右侧呢是有一间双人跟一间五人，然后这边的双人是不是这一间？这样两个单人床的双人，然后呢这边的厕所超屌，给你们看，浴缸，大浴缸，然后这样子干湿分离，非常厉害，可以泡澡也可以淋浴，然后呢早上起来化妆也很方便，所以呢我们就嗨。再来了，要来到我们五人房重头戏。我们五个小巧的女生，上面都可以睡一个人，下面睡两个，然后再各一个单人。然后嘞，阿丽要躲去哪里？你到底要躲去哪里？躲去哪里？然后呢，进来客厅之后呢，哦，这边是一个双人房，对。然后呢，这边客厅的部分，这边还有位。打撞球的地方，然后这里就是刚刚的小庭院，然后还有骑脚踏车，看宅男们开始打撞球。好好好，换挡换挡，会不会跳球？啊，没戏，大宝不会。好，再见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洗衣服的地方，出去之后就是嗨嗨嗨嗨，好。你今天好正哦。用车，我们还有一个二楼，二楼还有别的一个双人床的房间，那这是沙发床，几个人睡还蛮经济实惠的，蛮 OK 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头发前阵子不是自己漂嘛，然后颜色没有漂得很过，所以呢我带漂粉来，然后我朋友要帮我漂，所以呢我现在要去换成阿妈妆，出来给他们漂头发。哇哇哇哇哇，来装酒一下啦。哦，他们有人在钓鱼。有人在玩空拍机，空拍机主人，我准备来掉头发，哦，好吧，那个扎到头会破掉嘞，要拍照还是录？快点啊，谢谢舅舅啊，就在等你了。到底谁要捡球？抓到我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跳啊，快点跳啊！来了，我们巨俊奖来了，前空翻了啊！然后他们还在玩，等一下可能大家就是继续喝酒啊，吃个饭啊。今天就大概就是想在这边待，然后明天我们要去海洋乐园。帮我看视频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而且还有酒瓶装，超专业。很舒服哎、欸，水吗？水啦，我刚刚喝完耶。啊没有。经过呢，刚刚巧手，头发终于又漂好了，颜色比较平均，比较白金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要出门去买晚餐，去买麻辣烫。我们现在五人帮跑出来买晚餐了，大家吃都吃。结束很久。4号。我现在好不容易花了快十分钟把这些卡都钱都分好了，结果呢，大富翁没有地图，请问要怎么玩？没有地图怎么玩啊，马上！我们
外面，他们在里面玩呢、啊，我出来透透气啦。因为一阵悲伤，大家几乎都跑进去洗澡睡觉，因为我们明天一早还要去 Dream World， 希望明天爬得起来，然后可以玩得很开心。